大家好，我是老布。平常老布都是在南投看日出，今天比较特别，受到好朋友的邀请，找我去台中近郊的一个日出点。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望高寮。其实老布以前也来过望高寮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这边可以看日出。所以得到这个讯息之后，就非常期待隔天日出的到来。老布从南投出发，经过台十四线，接着离开台十四线，转上了74号快速道路，也就是中彰，再下了永春交流道，沿着路直上就会到望高寮。接着就在这边遇到了 BOSS， 就是我们碰面的地点啦。哇，你真的撞完准备要走了？我刚好今天睡过了，那就停好车，准备来看一下喽。哇塞！平常看夜景的地方，今天才看日出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在这边捕获了野生的 BOSS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就是听了 BOSS 的建议，然后特别来这边看一下望高寮的早晨。平常都是来这边看夜景的，今天特别来看一下晨景。欢迎来到台中看日出的秘境。望高寮，我不讲完真的不知道也可以看日出。白天可以看日出，晚上可以看夜景，所以一景二用就对了。没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从早到再晚。不过现在应该好像在11、12度吧，还蛮早上出来13度了，对，早上13度，还真的还蛮冷的。下次来这边烤肉野餐好了。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好一点。我昨天去那个金龙山，我只看到停车场。我昨天来下面全部是人。诚如我昨天拍给你的样子，就只有停车场而已。我昨天那边是全部点满车，下面这边也全部。对，但是昨天因为云太厚了，所以你根本无法到。所以今天择日不如撞，今天来反而是更好一点，看到现在更好。去今天是就是很漂亮。对，带一点薄雾这样。你看那个星光三月都在雾里面。啊，还有那个火车站那个，你现在看到火车站那个，那个头上尖尖的那一个，就是火车站。说那个叫做金沙。据说要重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算干冷哦，13度，我觉得这样还行，还撑得住。好了，谢谢。接着来看看 BOSS 的座驾 ，BOSS 的座驾是 Harley Davidson Sportster。这个是旗下身形最小的车款，但是却也具有灵敏的运动性格与便利性。Sportster 经典的 1200cc V-Twin Evolution 的引擎，在发动之后的震撼度自然不在话下，因为大排量，所以扭力、马力也都非常的饱满，搭配五速皮带带来顺畅的动力反应。此外，虽然超过260公斤，但事实上 XL 定位在适合都会中骑乘穿梭。不过呢，今天时间有限，仅能初步的接触 XL1200， 因此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感受是很有限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日后会再安排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XL 更多的迷人之处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老布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如果你是 Harley Davidson 的车主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跟老布分享您持有 Harley Davidson 的心得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